请老爷赏寸有余。难得夫人有此雅兴，这次我还有几件公文接待批阅。老爷，老爷，你这次赔不你的公文周章，却不忍赔不赔不你的夫人么？你可知寸色不等人呐、这是无意可整寸，原来寸色不等人。夫人请，老爷请，我们一同赏寸。
老爷，新上任的兵部侍郎黄甫少华拜师过门来了。他后院相见。是。小姐，是哪个黄甫少华？还有哪个？就是当年那绝情绝义的七位男子。他，小姐，你怎么会有见他？小生拜见老师，哪有不见的？小姐，你真是好大的胆量啊！在乡肚里能撑筹吗？夫人回北了。大人，下生黄甫少华这厢有礼了。你是？哦，下生是恩师大人提携的新任兵部侍郎黄甫少华。原来是黄甫贤妻，免礼免礼。下生求我恩师圣明，承蒙你鼎力提携，今日得度尊严，面临教诲，实乃三生有幸。不敢当，不敢当，量才取士，论功行赏，乃是本官圣美之事。贤妻，请。
心中喜中。不知贤妻缘结何处，贵庚几何啊？哦，下身住居湖广江陵，进了二十有二。郑夫人何方人士啊？下身尚未娶妻。哦，像你这样英俊的男子，一般女子哪能配得上你哟？恩师大人有所不知，下生当年曾与孟思远大人的爱女孟丽君定下婚约啊。听说过，听说过，像那孟小姐为背后立碎而死，可惜呀，可惜！你如今能身为兵部侍郎，春风得意，像那孟小姐，她真是没有福气哟。唉，贤妻，当年你要赴孟玉，我们下药，大概你也受到株连了吧？没有，没有。哦。莫非你毁了婚约不成？也没有，没有。莫非信主登基，孟家早已牢门草战，你没有毁婚约，也没有受助理，看来贤妻你是很会做人的了。这个。贤妻，朝中三公九卿一个个门庭显赫，各府的千金大都天子过身，日后贤妻的婚事定能随心随意，说不定还会成为你晋升的阶梯哟。恩师大人，你取消了。哦，如此说来，贤妻又是你的怜悯了。这，孟夫人去，孟夫人她哦，身体可好？孟老夫人她思虑心切，忧闷忧急，
永远憔悴，今生未免。母亲，母亲，哦，母亲是你女儿，自然是有心如焚了。是啊，孟老夫人把丽君小姐的画像挂在厅堂屏风之上，天天恭望，神圣起乎，咋生的人心碎呀？母亲的心迹，我丽君小姐在九泉之下是不会知道的了。兴许小姐她还活在人世。怎么？不听养母言讲，丽君小姐离水之后，至今一山不见尸体，我又方便天涯海角，走遍千山万水，也要寻找丽君小姐的下落。这怕你是枉费心思吧？怎么？天下之大，四路都见，人心叵测，人情淡漫。像那孟小姐一个烂女子，怎能应付得了？恐怕早已不在人世了。不，丽君小姐一定活在人世。即使活着，也是人那漂流，潦倒不堪了。即使他沦为乞丐，我也要请他恕我之罪，拜为衙役夫人。Thank you.
人你怎么样了？我多年的心病又犯了。这位是